有些人为了追求完美的形象，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因为苛责自己而常常感到很深的挫折感，变得不快乐。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样正确的方法来追求完美的人格呢？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为了追求完美反而变成更不完美，为了追求完美带来的自己是困扰、痛苦、失望，而甚至于呢对自己失去信心，这都是非常不划算而且是很不智慧的一种态度。也有人说，也有人恭维我或者赞叹我，哦，圣严师父啊，你是一位完美主义者。我说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怎么可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？我知道我的缺点很多，我指的优点不多，而缺点不少，我怎么能够是个完美主义者？不过，我说我是一个努力主义者，我不完美没有关系，我努力，能够努力到什么程度，我就努力到什么程度。不能够达成目标的，那表示我自己是无能啊，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普通人呢、啊，我自己也像大家所有的人一样啊，所以是我也不会对自己失望，也不会对自己啊觉得自责。因缘如此，自己智慧如此，自己的能力如此，强求也没有办法。所以我是一个努力主义者，而不是啊完美主义者。凡是坚持着完美主义的人呢、啊，多是啊孤芳自赏的人，多是啊缺少寡合的人，多是啊没有太多人缘的人，多是呢自己一味是，实际上不一定就是那个样的人，而且是非常痛苦的，容易失望，容易自己对自己失去信心，还有。过失往往啊不是自主的，往往啊不是啊由自己造成的，这个环境就让你造成过失，他人可能让你犯成错误，那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还有自己的智慧是有限的，自己的观察力一定有许多的盲点，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一定是不够啊完整的，你怎么能够要求完美啊？所以在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完美的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来讲，他是智慧圆满，福德圆满，可是他一样的还病呢，他一样的也会受人家欺负、回谤、打击，一样的有啊。那他是完美吗？他这个人生是完美吗？他的完美就是说自己的内心呢不受环境所动摇，自己的信心也好，自己的智慧也好，不受环境的影响啊而产生了这个一种困扰的想法，那就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也就是说伟大的人格的人。那我们呢作为一个普通的人，你一定要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你一定要自己承认自己是跟所有的人相同的，是普通人，不要把自己认为呀是高人一等，是一个完人。如果你这样子想，一定是痛苦不已，一定是假的时候多，真的时候少。所谓假什么？假装、做作，还很不自然，内心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矛盾。这是啊，跟学佛的态度完全相反。学佛的态度是完全是真的，是真诚的。所谓真诚是什么意思？所谓我们的心清净是什么意思？我做错了，我承认错，我做多了，做对了，我觉得应该还做得更好一些，还可以进步，还可以
成长，还可以努力，不以现在的现状为满足，能够改善，能够成长，这不断的努力，继续的努力，这个是啊最可靠。那老是在注意形象完美的人，这个人呢自己是痛苦的，而其他的人看他的时候啊，会把他看到认为这个人是孤芳自赏。我们应该要和光同尘，这个环境是什么样我跟大家一样，不过人家做坏事的时候，我知道那个坏的我避免。常常有人恭维我说我是高僧，说我是圣哉，我说阿弥陀佛，我的瘦瘦高高的个子也不够太高，我不是圣哉，我是叫圣严，我的名字里边有个圣，但是我自己是个凡夫。我对我的徒弟也是这样子讲，师父做错了事，讲错了话，你们要告诉我，告诉我以后呢，我很感谢，我会改善，但是我师父还是师父，我不会因为你们说我这个错了，那我要不好意思，那我从此以后大概不是师父了，不会，我师父还是师父，我承认能够接受我的错误缺点，我承认，我能愿意改善了、但是我不因为我承认错误，我这个人就变成了矮了一截，是丢了脸，我不会。怎么样才能够培养能舍的胸襟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其实非常简单的、说舍得，舍得有的你才有舍的啊，舍了以后你还会得的啊。舍，左手舍，右手可能进来啊，右手舍，左手有可能进来啊。你舍掉的黄金可能是进来的是钻石啊。我拿这个井水来比喻啊，井里的水满了以后啊，一定要有人去把它水打出来，如果井水啊没有人去打它，这个井水永远满的就是满的，就是这个多，就是这么多，一吨就是一吨，两吨就是两吨，它的容量就是这么多。可是井水啊，你不断地把它打起来，不断地啊你去吸取那个井水，而井水你吸了两吨以后啊，另外的两吨又来了，去了两吨以后啊，另外的两吨又来了，不断的不断的就是循环的。事实上把这个范围扩大来看呢、我们宇宙之中的东西都是啊循环的使用的，这个地方消失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，这个形态消失另一种形态出现，这个非常容易懂的。事实上现在的这经济的观念呢也是这样，财产的观念也是这样子的，财产呢要互用的，有的财产如果你有两吨黄金，或者是呢100万美金，或者是1亿美金，你拥有那么多，你把它埋在地下，埋在2公尺、3公尺、4公尺深的地下，你不用它，到10000年以后，这个黄金还是这么多，钞票可能烂掉了一些，没有增长啊。如果你把你这个资本黄金拿出来做流通去了，作为资本去了，美钞拿得去啊，流通去了，这资本去了，钱投资做、生产，然后呢钱上滚钱，钱上滚钱了、钱越来越多的，你越是拿出去钱来的越多的，善于投资的人出去的会回来的。我们所讲的舍，就当舍则舍，该舍则舍，你能舍则舍，这才是真正的呀，叫做舍。不过菩萨讲啊，难舍，能舍。什么难舍呢？人的钱是不容易舍的，希望钱来的
越来越多，人都是把钱财当成了自己的保障，自己的生活的保障，安全的保障，甚至于说我的地位的保障。所以说呢，有了钱的人呢，就怕把钱给人，不愿意舍。这对吗？不一定对。金钱能够使得鬼推磨，没有错，但是金钱没有办法使得佛推磨。鬼可以给你推磨子，就是卖鬼给你来推磨，那就是卖弄一些小人呢、啊、你可以用钱的。但是呢，君子你没有办法用钱呢来动他的心的。我们有没有听到说过金钱能使佛推磨？没听到说过啊。所以金钱不能够使得佛推磨，表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。金钱呢是有它一定的呀功能，但是呢不是万能。所以是有更好的东西啊，比金钱更可靠的保障的东西，那就是我们的人格，我们的品德，以及呢我们的智慧，这是啊最可靠的保障。比如说现在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贿选啊，用钱去买选票就可以当议长、当副议长、当什么议员、当什么。但是现在大家是抓贿选，这有钱也没办法用来了，那就要靠你的实力来争取选票啊。一定是用你的人格，用你的品德，用你的智慧，用你要对社会的服务，用钱而利益他人啊，那你得到的效果要比啊用钱去买选票那更有用啊。所以是呢，行贿用钱不叫之舍，而不是的无条件的不为自私利的用钱，这叫是舍。这种舍舍过以后，你得到的更多，不一定是钱的舍了。我们呢任何一样所拥有的都可以应该舍的，能够舍的就要舍。谦虚的人是不是很吃亏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专门欺负善人好人，专门找的好马骑，坏马我不敢碰它，不敢骑它。在我的周遭的，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弟子，好的诸位好的，也就是呢容易接收我的忠告，或者是呢容易啊听懂我的话的人呢，像这样的人呢我常常找他们。另外呢有一些人呢，我经常在背后骂，不是背后骂，在人后骂，在人前也会指责。有一些人呢在人前不能指责他，在人后，也就是在其他的背后，当了单独他个人的时候，也不能够啊指责他。因为这些人呢你一指责他不得了，他不一定不接受你之外呢，还会恨你一辈子。那有的人就是好人，就是说他听到我骂他呀，他非常感谢，感谢的跪下来，甚至于流眼泪的感动，认为被骂得好，除了师父骂，没有人另外的人骂了。昨天晚上我还骂了一对夫妇，骂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呢跪下来感激感谢师父。但是呢这种人是很难见到的，随便看到一个不听话的人，不受教的人，你骂他不得了的。已经不受教了你还能骂他吗？已经不听话了你还能骂他吗？那只有求他了。往往遇到啊那一些人呢、啊、相反的一些人，我就要说好话，我要采取低姿势，常常要说对不起，甚至于
要我跪下来我都敢了。为什么？必须要跪下来求他的时候呢，他觉得哦，师父已经呢承认错了，我想我要可怜师父了，那就接受师父的意见了。所以好人有人欺，好马有人骑，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专门欺负好人，专门呢什么，这么骑好马的人。但是啊，好人好马是不是吃了亏了？这个问题是在此。比如说我昨天呢，对那对夫妇，我在不了解他之前，我不敢骂的。他非常的坦诚的来告诉我师父，他自己是怎么样子的需要师父的帮助啊？他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弄到这个样子，是痛苦不堪呢、啊？如何的请求师父来帮助？我这个时候呢，用软话，用这个劝的话没有用的，要下猛药才能够醒的。骂了以后啊，就感动了流眼泪。那么像这样子的人骂了是有用吗？有用啊，他被骂了以后，他的人生就转捩点呢、啊、就从此开始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你给他劝都不容易劝啊，求都不容易求得上的，那这一些人我大概不敢碰他。像这种人他自己得到的利益吗？得不到，只有临时一时间感觉到自己很有尊严，自己呢很能够有自尊心，这是一种虚荣的自尊心，不是啊真正的自己呢名副其实的一种自尊心。所以这种人是好人呢、啊、还是坏人，对我来讲无所谓好坏，对他自己来讲是个坏人。因为他自己啊没有办法得到好处得到利益，而自己害自己。因此我要下面要讲的，一个谦虚的，一个能够忍耐的，能够啊接受其他的人呢、啊、警告或者是劝告或者是甚至于责骂的，这种人是非常好的。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好不好都是感谢，那你真是一个大菩萨受益者。如果经常啊自己让人家一看了就害怕，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人家不敢回你的嘴，那你这个人自己要想，我是一个恶马，我是一个恶人，因为人家都不敢碰你了。在这种情形下你得到的益处是不多的。还有一点呢，如果说我们经常啊被人家欺负，欺负的有道理，而是自己心甘情愿的被欺负，这是菩萨行者。如果说是啊自己被欺负的莫名其妙，而且被欺负的人家不知道是欺负你，你自己也不知道是被欺负，这个才是啊愚蠢。阿弥陀佛。